정사. 是不是很壮观？这个地方是我们发起总攻的大本营，现在基地的建设已经接近了尾声。那些愚蠢的八路，以为劫持我们一个工程师就可以阻碍我们前进的步伐，太愚蠢了。要知道，这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伟业。 真是他娘的开了眼了！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些玩意儿。龙子，你已经顺利的通过了我的考验，我之所以带你来这里，就是想让你知道我在做什么。古天先生，我能为你做什么？这里的劳工大部分体力已经跟不上了。 但是天皇陛下要求完工的时间很紧，修机场、装载燃油需要大量的人员。我需要你帮我去招募这些人，来完成这项工作。明白了，同志们，我们现在需要总部的支持。从刘大麻的山寨运回来那些东西，放在山上不安全。 我已经向组织上汇报了，林政委会派一支队伍来取。肖祖臣、肖晓，你们两个今天晚上接老严带的班，记住，一定要把东西看好，不能出一点纰漏。是。政委，那组织上对童其刚之前的事情还会追究吗？穆夏同志，其实呢，组织上早就知道这件事了。当时为了配合童其刚，把他叛变的这件事情坐实，我才故意说的那么严重。 其实事情没有那么严重的后果，而且发生在他当八路之前。我们的军队争取一切爱国人士一起抗日，当然不会追究他以前所犯的错误了。嗯，童其刚的转变真的挺大的。是啊，小晓，其实当时你佟大哥跟你娘说的那些话，是为了先保住他的命。 他想办法先抓回去，再救他。没想到，这个宫田开枪嫁祸于他，并打造舆论逼他就范。对不起，我没告诉你实情，让你难过了。政委，也说了，大哥肯定更难受。同志们，是时候让那两个日本人见面了。 长吉先生，其实机场里面的大体状况，对段远先生已经跟我说明了，请你来是想了解的更清楚些。而且你的消失，对机场建设的进度也会有所阻碍。如果你还是顽固不化，我也就不为难你了。无论我说也不说，你们都不能阻止大日本皇军前进的步伐。我虽然不问政事，但是我很清楚武器的威力。 发起进攻之时，就是你们彻底失败的。我奉劝你一句，还是该躲就躲吧。放心，我会留着你的命，让你看到失败的那一天。你们两个老朋友，好好叙叙旧吧。龙总。 長崎先生，もう全部言いましょうよ。 全部いたら枯れますから、借りたいですよ。長崎先生、何とか言ってください。
曾三，辛苦了。想必现在你也应该清楚我的计划。希望你不要辜负我。放心吧，孔田先生，我不会辜负您的。我打算从明天开始就招兵买马，以最快的速度把人召集。能见证大日本皇军的历史时刻，是我的荣幸。好。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，不过，曾三，有一件事情我要提醒你。我明白，我也一直知道，宫田先生，您对我仍然心存芥蒂。即使我杀了孙大刀，哪怕明天我去杀了朱延明，也没办法掩盖我曾经参加过八路的事实。现在唯一能证明我自己的。 就是机场这件事儿，我一定会倾尽全力。好，童桑果然是一个性格直爽的人，我喜欢。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。童先生好好休息，告辞。